埃及众神的力量， 让我们为您献上来自遥远异国之邦 明艳动人 充满吸引力的异国美女。 我们为您献上这朵美艳的沙漠之花，让我们好好看看这朵沙漠之花，应该叫它沙漠之蛇吧。看来你并不怎么讨她喜欢哦。既然如此，就赏给你了。不，我知道你很慷慨。不管你是谁，都不能把我送给任何人。 尤其是你这个自大、被宠坏的王公贵子，你能喜欢跟你这么无礼吗？你在埃及王子的面前应该表现出适当的尊重。难道我现在表现的还不够尊重吗？走开！不，等等，不要动！快把绳子解开，我命令你放开我！不要动，让我走。是你说的。 来人，带他去清洗干净，然后再把他送到摩西王子的寝宫里。父王，如果您不反对的话，我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指派摩西成为埃及境内皇室建筑的总长司。